好，下面呢是新朋友了。之前有一部剧大家很喜欢，叫《想见你》，我们就一直想见他，结果他就来了。我们欢迎许光汉。Hello， 大本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汉。好，光汉，你要用小朋友的声音再讲一下你第一次来大本营的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，今年八岁。那个光汉，你猜一下快乐家族里面谁最喜欢你？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哦。是一个很确定的答案。是娜姐吗？不是，我啊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最喜欢许光汉。我很想看娜娜和许光汉演那个想见你的经典的片段。娜娜，你可以为我表演吗？那你怎么像晕船了呢？好不好？哎呀，海的女儿要会海。站不稳了，站不稳了。好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我就很紧张。对，现在是。你再介绍一下他自己，然后。他介绍完了，你刚刚没在吗？介绍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，今年八岁。介绍完了。他介绍了，他叫许光汉，很高兴来到快乐里面，今年八岁。今年八岁，还有哼。喜欢蝙蝠侠，喜欢蝙蝠侠。哼，你用小朋友的方式给他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你好，我叫谢娜，我女儿两岁。不要羞涩，娜姐，冲冲呀！怎么了？电了一下，触电了吗？刚才？你现在不盘旋在我这儿。